第一咧就係、是、一年前咧，就係喺呢個時候咧，特區政府係入品要 DQ 我哋四位，係大約呢段時候。而喺大約五年前咧，就係、是、我拉布失敗，即係唯有嗰個蔣新津欠任何的資產和收入審查。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，我說整個議會反對政府那個方案的有成四十幾五十個議員，但是到頭來政府一意孤行阻拒不了，我當天就說我都沒辦法了，我真的說對不起，我就說如果拉布的人不是幫這個那些長者手，因為梁振英很喜歡我嘛，如果我提出的東西他一定不會答應承的嘛。其實是很簡單的，上帝一凡死就首先要瘋狂先的，我覺得今天建制派已經是瘋狂。當他們聲稱現在做的事是為他們將來去令香港更加好去掃除障礙，我想問他去在議會裡面硬來通過那些修改議事規則的事當然容易啊，哥是吧，有保安有警察的嘛，是吧，但我想問你估他可不可以變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出來給這些長者，我認為他不行，他可不可以變一樣香港人需要的東西出來呢？其實個問題就調翻轉嘅，我哋就係要有全民退休保障，我哋就要有啲標準工時。所以各位，我對我哋好有信心。個原因係咩咧？就係我哋係為香港人，不單止係爭取平等嘅政治權利，而且係為香港人同埋香港人一齊。去爭取一個更加符合公義的社會，是不是？這個是我們必贏的。各位，要碾死我長毛龍，但是他可以因為碾死了我而令到香港人的生活改善嗎？他是不行的。他今天就是覺得民主派的議員左手左腳，是因為他們要令香港成為一個貧者越貧、富者越富的社會，這個就是他們的顛覆，這個必然令到他們落地獄。陳彥波說，喂，大學都未讀完，還未做立法會議員，幫不到手，我就是未讀過大學的，我不是未讀完，我未讀過啊，哥。大哥，那我想問大家了，當陳建波這樣說的時候，他是不是當沒讀過大學或者讀不完大學的香港人是低端人口啊？他是癡線啊？各位，從政者或者做一個民主運動，一定要永遠記住，我們是站在最受戰踏、最受這個社會裏面那些權貴歧視和剝削的人，和他們站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我們不會輸的。有一點，他們記住一點，我們是不會輸的。各位，
我非常之有信心，我真的非常有信心。當他們說我們阻住他們給一些好東西香港人，我看不到我有什麼給到香港人。他現在說他做了，以後他會做一些香港人，我都看不到。不過我照回轉說，即是凡有一口口食，最後一場場打，因為現在很近的，現在已經是15號了，還有半個月。我再說一次，1月1號是我們關鍵時刻，一個箭腳石，即是說因為我們搞得不好，我們是很難在一個不好的基礎上面，在3月11號那裡起我們的屋閉閉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努力。我努力是什麼呢？我告訴你，你拍手掌沒用，再落街。我想問大家，你怎會理到呢？是誰叫你來的？是 看 Facebook 還是怎樣？是是是，那你怎樣來的？看 Facebook 嗎？有沒有人聯絡你的？只是看 Facebook 嗎？這個就是我們失敗咯。我今天叫大家出街，那你又找我不到的嘛。我明天出街宣傳，你找我不到的嘛，我又找你不到的嘛。所以我認為電話WhatsApp啦，是啦，大家應該，我認為大家是應該給我們電話，我們通知大家的。這裡有幾百人啊，我認為如果我們一天做這個組織的工作，我們是沒可能，是完全沒可能有一個有組織的運動是令我們越來越壯大。所以我今晚不知道怎樣，你們填表給我們填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最拗頭的就是我找不到大家，大家又找我不到，這是瓜柴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如果一會兒真的想幫手，你真的要給個電話給我們，我們才可以我識大家。如果大家不是這樣做的話呢，那我講的是浪費氣的，你拍的手掌是我叫了人家一號攞價啦，知道我現在不是叫一號攞價，我是一月一號之前去宣傳啦。我們一月一號之前，因為 你去沒用的，你是要一個人叫10個嘛，好了，這樣才行嘛。好，我講的是有關，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幫手的，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給我電話我們。